展乐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非常棒啊，在上海离我们家就点点路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但是这个票是真的难抢，其实没有压力吧？我比赛，他们能做的就是在看台上为我加油，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技术转身有做好，并不冲突。当然就是能够表现给他们看，我觉得也很自豪。加油，拜拜。下班。